那不是蜜罐子，那是盐坛子。你听着啊，你玩的我都跟你说，嗯，这个人不能反对谁，嗯，各有爱好，对，哎，爱好不一样。你看你就爱这个，是是不是？你看我老哥呢，原来就也是在部队搞机要的，后来啊，搞书法，嘿，书法也有一名。后来搞摄影，我说你他妈的还老摄，你都他妈的都搭三四个桥了，你还能啊？就这一口气儿，去年死了。哎呦，不过死了也就是八十多岁。是啊，我一看您好玩文玩，是不是？嗯，我文玩专家这是。真是。哎，我这个玩啊，嗯，我什么都玩。你趁人民银行我不眼热，你穿多好我不眼热。人民银行你都没用，对不对？有什么用？你得把那印刷厂给弄了。我很高兴，我什么都玩，花鸟鱼虫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玩的，对吧？我也有钱的玩，你借钱不能玩，是根据自己能力，是不是？你有几个能不能玩？你像那个他电话，你这就玩小蜜，那不是玩小蜜，那他妈不是，那不是蜜罐子，那是盐坛子。你玩小蜜，哎呦，把钱都玩进去了。你最后你打麻将啊，输还想搏回来，你搏不回来，越他妈着急也搏不回来，最后急眼了，把这房子、把老婆都压那儿了。有，那有的是啊，不是现代，过去就有。圈套嘛，就最后对不对？对，你看你们玩的，这是一个乐趣。对，你首先是一个乐，你记载点这个东西。是，你看我们那天也喜欢玩古董的。刚才你们说过过去是油葫芦，买那小炸嘴，你知道多少钱一个？好，我就说一个50，小炸嘴。你为什么玩？你玩你得懂，你说这蛐蛐。这蛐蛐里边这名堂多了，这叫法，它长就跟咱们人似的。你用双眼皮，它怎么单眼皮？你用黄眼睛，它是黑眼睛，那还有蓝眼睛呢，那是外国人。哎呦，您说这真地道，哎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哎，你个得有玩儿，是啊。你要我喜欢你这多是踏实，自己玩有点意思。是。是不是啊？那玩的都艺术。哎，玩出艺术，玩出开心。嗯。玩就你刚才常说，玩就是。你看书法，书法也说，你说这帮书法，我都知道，这多少名人。你那什么书法？你那叫书法？是不是啊？你那名人，你像范登人为什么说你范登？你他妈画小人书，你看看那大家。那就是不一样，那齐白石都不一样，那你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那东西，前天我看这个谁黄胄，哦呦，我这黄胄他们可不得了，我认为黄胄就画那几个小毛驴的，不是，好家伙，那东西，那个谁，春妮组织的不是开了他那展览馆了，人都不开，你看那里边那东西，真是，黄胄。在我这儿有一个大爷，他收藏了黄胄的一幅画。对呀，你收啊，你别认为收就值钱，他不值那么多钱。他也是一张废纸。你他妈齐白石俩虾，你卖多少钱？拉火车得拉好几车皮，你有病了。哦，你有病了。他为什么他炒他？啊，为什么呀？啊，他炒的他徒弟好像也卖钱。哦。哎，我这个一说，这人要不是为了钱，他都不是人。对。